这一包小虫子啊，也不贵啊，但是蛋白质挺高的。没什么脏的，洗个两次就可以。美味佳肴。我曾经在那个网上看的，有个专家怎么说的，以后人类的食物就是昆虫。现在好多人就喜欢吃这个虫子啊、哦。嗯，都是昆虫，还高蛋白。来蜂，小蜂。那还来搞得到嘞？三颗辣椒，两颗葱，几颗蒜。你让我吃辣椒就不叫了。牙齿好一点点，马上吃辣椒。忍不住了。那怎么办？谁让我的祖宗八代都是吃辣椒的呢？这叫没脸啊！哼。哪天我痛死我都不做声。那我就给你七七的窝里头，你就上那跟他为伴。你叫七七吃辣椒，他不吃辣椒鸡腿、辣椒鸡肝。对啊。我这配的很少啊，三个辣椒，汤一点点，辣味嘛。我们家原来种的辣椒，你洗辣椒的时候手都会痛。辣彩椒，辣辣椒，哎，放进搞姜了，这姜像长毛一样，老姜，切得有丝了，姜蒜齐下，哎，小虫子了。哇，这像炒鸡蛋一样，看看，所以蛋白质很高。这个很容易熟的，来，我们加点生抽、盐、辣椒、先吃一个看好不好吃。哇，肥软软的，在嘴巴里面。吃起那个大白的味道。对啊，炸起来下去也好吃啊。我们那里是现在没有买，我们接着购买。印象还行，吃这个味素，其实这个不放味素也就可以，还是给你放一点点。最后的葱。现在巴拉巴拉就可以出锅了。好嘞，哎呀，再做个汤啊，两个菜就行了。勤快的小九九，还小九九，老九九。我新加的给你。好了，吃饭。哎呀，一菜一汤，来吧，来吧。虫子蛋汤，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碎蛤蟆，这个没给你肉的、就你那是腥的呗。当然，我不要吃这个，所以做多了剩菜啊。你那也炒的太好看了吧？那是嘴的，看不着。这好吃。挺好吃。这大碗也不用没有。越吃越香。哎，这个萝卜蛋和鱼不好蛋啊，要冰啊。晒干的呗，它都是湿的。哪里干的？有吗？晒干的，小小蚕蛹。那么点。这个蛋白很高，就跟那个大蚕蛹差不多。看这个热度。可以啊。快的，他给你拿。真乖。拿个勺子。上老勺泡汤。烧烧来喽！你先泡，泡完了以后，可能是
这两天没得汤喝了啊。汤是没有少啊。我搞那么多，你每次喝完了吗？还少，反正你不喝啥汤的，一个人一半 ，OK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喝汤？啊，那个是你的了。这怎么？家伙，就是不切碎嘛，你又不吃，别踩嘴，快点来。你拿嘛，你摘你的，我的蛤蟆处理。你也把蛤蟆处理了。嗯。我把蚕蛹处理了。啊，吃饭又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。我挺好吃的炒，我也炒过。那你们不是炒去吃啊？这个还生吃啊？哎，里面有小虫子能吃吗？它这里也有。我们这还小的比大的还好吃啊，嗯，大的外面那种壳也老是要吐掉嘛。其实也有也有吃的，你得烤酥烤脆。这烤不起来。啊，我想啊，这小柴油好吃啊。哎呀，完了掉了，那给七七吧。他还舔一舔，嫌得辣嘴。嗯。吃吧吃吧吃吧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啊，蛋白太高了，缺蛋白的人补一补吧。你说我缺不缺？缺。缺啊，那我就使劲补了。你牙怎么动了？好多了。那就好。这个吃挺有意思的。喝酒的人，我们在吃这个，炒完了再讲。嗯。辣乎乎的。就像我们吃了个小蜜蜂一样。嗯。挺香的。看你的蛤蟆怎么解决。吃两个就行了，吃的有点。伤了，就是吃多了。茶宝都被我吃完了。行，十月一日咱去哪里啊？上延吉玩去。好。我包。再包政策，包吃包住，还包什么？去吧，我包吃包住所。耶，这么好的事还不去，傻了哦。对呀，啊，看我多好。一包吃，一还包住，是吧？嗯。哎呀，来回车费，多爽啊！玩我都包。嗯，你这么说硬了啊？我就怕你走不动，到时候拽吧。没事，我歇会儿再走，再走，养好体力呗。千万别穿高跟鞋，穿平底啊。但你得答应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陪我逛一逛那个水上那个市场。行。卖花卖鱼的地方，卖小兔子、小猫咪。都可以，再吃一点小餐。饭搞完了，一碗的肠子被我吃的，吃完了。你吃完一碗虫子，好过瘾啊！你今天要补发了，蛋白质爆棚。难怪你最近气色。你看，精神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，那些是真的很难受。慢慢说啊，行，你吃饱了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来这个延边玩，一定要吃这个肠子，这个肠子吃起来没准香，吃起来好像有那个汁啊，像大鱼大黄鱼一样，美呀！就牙齿这个一烫辣椒，又开始了，还没完全好。
但是今天呢，采辣椒了。